水利乡城中社区透过立委蔡培慧向水保局申请农村社区扩大共餐补助方案。现在每一位长辈伫咧增加一个人100元的餐费了哦，大家是食了健康又够满足。立委蔡培慧伫咧议员王秋霞的陪同之下，亲自来了解长辈用餐状况，伊来关心长辈的需求甲心声。水利乡城中社区日前在立委蔡培慧向水保局的争取下，得到农村社区扩大共餐补助，一位长辈一顿100元，大家当食甲健康阁满足。立委蔡培慧在议员王秋秀的陪同下，亲身前来了解长辈用餐状况。很好，有营养的菜可以吃，哎呀、啊，对我们很好，对我们这里长照的人每一个人都有福利。咱今仔日来到城中社区啊，佫足欢喜，佮咱的时代运动啊，佮有两个好消息要甲大家报告哦。第一就是咱农委会，咱的农产品较好啊，咱的时代人嘛爱食较好啊，所以有扩大补贴啊，一顿是100元哦啊。咱城中社区唔啦，佮咱食中昼顿、暗顿嘛有啊，这是好消息，农委会有补助，阿辉去总来诶。即摆唔是讲来遮佮咱做运动哦，啊嘛就安排着真正侪课程来伫遮上课，爱当看到遮大家时代人。真正用心、真正认真，伫遮咧学习，啊嘛中大部分嘛免烦恼。即摆吼，咱的共餐的部分提高到100元，一个人100元的这个费用，所以不只够咱食会饱，嘛个会通食到咱更加吃超、更加澎湃。另外，刘草培辉也向在场社区长辈说明，伊即摆当咧推动的租金补助政策，得到长辈真大的回响。啊，都安补贴真好啊！那个加减拢足好，足有帮助的啊，对无？嘿啊，这蔡培慧真的有这条例吼，真的很好，很好。啊，希望不这补助继续下去啊啊，很多年这样啊，给我们方便。我伫南投有厝，但是我去台中诶做事食头路，安尼就会使请啊。啊，可比讲，咱个囡仔18岁都咧读大学啊，所以为18岁开始请，啊，总是有一寡时段吼，嘛啊，搁咧租厝，所以坦白讲，为18岁请到80岁啦，申请租金补贴，那你就把你的身份证啊确认，啊，把你的租约传上去，把你的押金簿啊，人就知影补助要互谁啊，安尼就会使心扎，今年来申请哦，7月申请，月底就有补助啊。在立委蔡培慧极力争取下，水利乡的社区长辈在用餐方面会当食了健康阁满足，嘛了解到即卖会当申请租金的补助，长辈拢欢喜表示要将这个好消息转达予厝内时势来申请。记者金川差不多。